你们今年母亲节会怎么样庆祝？今年当然是在家庆祝啊，因为今年这个状况还是在家里面最安心。我们家也是，而且现在就是网购非常方便，又有低温宅配，所以又也不怕说就是自己出去买很麻烦。在防疫的期间啊，就是比较多民众他是比较少外出的，所以我们今年的母亲节的网络订单啊，相较去年来说，其实有成长大约3-4%左右，是表现还不错的。以往的话呢，我们的母亲节蛋糕会分成两大类，一种是比较经典传统，就是妈妈比较喜欢的传统派；另外一种的话就是口味比较特殊或外形比较漂亮的创新派。芋泥蛋糕，你看它超绵密，然后料超级爆的。还有这款红豆蛋糕也是料满成这个样子，超厉害的。像去年我们也是买过鸟拿破仑这款蛋糕，喜欢吃柠檬的话，就酸酸甜甜的口感，真的超梦幻。还有这个巧克力，你看它的馅料超丰富，而且还有分层，分不同的层次，还有巧克力碎片，看起来就超好吃。它不加一滴水，所以吃起来超级浓郁的，绝对必推。尤其是配上它旁边的这个饼皮，真是绝妙的搭配。塔奇特千层派，它的口味非常丰富，有4种不同的口味。就像我有选择障碍，我也很想买这一款试试看，因为每一个口味都超级吸引我的。例如像是提拉米苏的，这是最想尝试的口味，而且很多网红也推荐过。Thank you.